1:26，我们还没有吃午餐。今天我们跟一群好朋友们一起来吃麻辣。哇，感觉带小朋友很不适合，吃到饱感觉就是要很 chill 很尽兴，带小朋友这个时间会被稀释掉。194，这里有超多家麻辣的，超多，这里有5000。你们之前有吃过吗？有，我吃过那个以前好乐迪旁边那一间麻辣。跟谁？就以前的。哦，我也是好乐迪旁边，那家应该是最经典、最原始的。啊，你要怎麼我在那边，我都会吃掉吃掉4颗以上的中华豆花，到那个花生豆花。鱼马吗？鱼马在哪里？这家是新麻辣。鱼马在哪里？有吗？里面有吗？等一下坐下来帮你拿，你走。哎，哦，这么快？你这么快？哦，因为我们停。不洛阳租房很快啊，租住房在哪里？在走路旁边4分钟。成品吗？不是成品，175。175应该可以过。景峰，对，哦，有马，好可爱 ，so cute， 好香的那个油条味，酷哦。我说可以拍照，要。什么？拿肩膀。嗯。下个厕所。好的。好多哈根达斯。小心头，你自己要小心头。下一个桶头。后面的。你要跟他坐吗？你要跟他坐。我要跟他一起坐。哇，好热闹！我们刚刚订好多家都没有位置，开心就没有位置。哇，有两区，我们可以坐上这两区，很赞。没有吃过新麻辣，只有吃过旧麻辣，而且是10年前的。午餐698，晚餐798。我们今天是周六日，所以是798。11:30到2点。哦，寿星可以干嘛？小朋友要不要钱？我看一下。4到6岁要100块，小童免费，所以我们的小朋友只要100块。他们两个是100块。然后它有经典牛、好吃豚跟水里油，哇，水里油很多。小朋友可以干嘛？可以送什么？打折还是送东西？我也可以干嘛？那我们一个麻辣，一个胶原蛋白，好啊，胶原蛋白。要这么复杂吗？还是要再清淡一点？他们会吃。蔬菜吗？酸菜。哦，它还有虎虎鲜鸡腿锅，这有酒吗？太久了，这也有酒。酸菜他们也不吃啊，这素食，牛奶也不行。那好啊，那就胶原蛋白，麻辣跟胶原蛋白，好啊。胶原蛋白，麻辣跟胶原蛋白，好，一样的。干嘛要订锅？干嘛请我们？哎，还是。塞车啊！你们算蛮快的、欸，我们快啊，我们走，我们这不是一开始要排队吗？对，我们右边先到，然后去外面之后再排队。啊，我们要那个麻辣跟椒盐。来看一下它的自助吧有什么、哦？哇，自助可以直接喝嘞，有生啤跟海泥根，然后还有，哦，这是单纯饮料吧的部分，蛮多饮料的。然后这里是下面有面跟蛋，还有一些蘸酱，爸爸最爱的蘸酱，哇，超多选择蘸酱，可爱。这边还有长城米白饭，这个不是汤吧？哦，咖喱，应该是咖喱吧？咖喱之类的，是的。小朋友可以，等一下我先帮你用一碗。然后这是冰淇淋。我最爱吃的不是冰淇淋，是冰淇淋的饼干。
蜜果。我刚刚有看到一个冰箱很酷，然后就这一圈，这个，我放他们所有的牛肉，但是请勿开启。他们现在点餐也都是用手机直接网页就可以点，然后我们坐的是17 17 桌，看一下有和牛，然后神仙牛，你为什么没点和牛？你觉得还好？要不要啊？哦好，那你要再点。然后我们的汤已经来了，麻辣跟这个是什么？胶原蛋白，看起来偏黄黄的那种感觉，水嫩水嫩的。然后还有什么？有哇，松板猪。然后感觉它片数都不多，所以你就可以吃很多样，我觉得这样比较好。我有那些份，它一直在一点两份，然后最多12份就要送出去。嗯，2分钟。珍惜食材。对，可能在这里。啊，你有点油条吗？有。哦，啊，我的肉已经来了，是不是？什么？安格斯黑牛。哇，赞哦！安格斯牛肉。我来看一下海鲜，然后。菇类、玉米，蛮多的，只是它的图片没有图片，所以看起来就没有那么吸引人的感觉。点餐明细。哦，神仙牛、黑牛、金针菇、玉米笋、老油条。那十二个有包含两个吗？就是，所以只能点六种。如果你每个都点两份，我好像点十二种。哦，我也吃一个。天使刚在吗？我们吃饱了，我们好吃吗？它的辣算蛮辣的，不知道可不可以调整辣度。果然叫做麻辣，就是马上就辣。然后小朋友我觉得也很划算的，因为他们两个才100块，还有咖喱饭可以吃。他不用钱，他好像是4岁才100块。哥哥100，他生日哎。生日那个寿星免费啊，他本来就免费啊。啊，寿星免费啊。几个人以上寿星免费？那就是当月寿星免费啊！啊，太爽了吧！啊抓的刚刚好，而且不敢，很chill。慢慢走，我们等一下要去拍片，我们约3:30的。好了，拜拜。拜拜。弟弟你要拜吗？